난 청해 봐라. 好啦，大家，我冇跳上床嘅。你以为啦，只猫仔乜？再，闩门。后边啊？呢个沙发底。嘣一声，小心，真系。嘿，有冲啦！小个肥得滞，难追啲啊！追翻住。出出嚟打呢只呢只咪真系唔知死嘅喎！哎呀死啦，小姑你输啦！小姑唔准出走噶！我敢玩嘅就系啦。小姑个样系衰嘅啦。小姑，但好笑，其实只咪系同佢玩咯。小姑娘衰衰格，你睇下想喐手。只咪唔知死耳仔反埋定只咪？玩到耳仔反啫。而家只耳仔听啊，惊翻转头。小姑娘吓人啦、啊。咦，你在这里啊？他自己还是反了上去的。小姑见到他了，怎么算好啊？出来打个。怎么啊，你两个？哇！你再明，他再暗啊。出嚟啦！死啦！入咗厨房，咪咧？你喺度？师傅喺度装，点咧？又打了个头，好笑。小姑好唔得闲，真系好易玩嘅，啲只唔系啊，唔知小姑你唔好紧张，小姑你唔好找啊，你系跨栏，唔得喺屋企太多障碍咧，成日要跳嚟跳去。小姑你只耳仔可唔可以唔好咁衰咧？小姑你隻耳仔可不可以變回個正常耳仔？小姑是戰鬥的，哎，小姑是戰鬥的，這隻不是那隻玩的，你看，但他知痛的時候會叫咯，是啊，他因為叫了東西。喂，小姑真的出口啊，他是出口咬啊，但他不收力咯，佢喺啲牙牙地啊，都系唔撩佢玩你，走啦！咁嘅，哎呦，喂，想点咧？走啦！哎呀，佢而家真系惊啦！喂，小姑，真系咬我，唔得啊！唔得，真系咬，俾人打添，真系咬佢啊！阿家。好啦，真系。你只玩啊，吓惊咯。玩到丧咗。而家唔够胆，你就呢度。爸爸，佢又嚟啊！爸爸，唔得啊，收翻埋佢。你想死？有火咯，呢两个人。小姑，惊惊地啦，小姑唔顶咗啦。